在众多日系品牌有着王者称号的雅诗达沃家，相信老铁们都不陌生吧。今天带你们看看殿堂级别的86年七月制造的设备，相信比一般老铁的年龄都要大。50把的 APC 配的是法纳科11M 的系统，香港导轨，这工艺拿捏的稳稳的，倍儿亮。电柜里面保持的也很整洁干净，线路也是可圈可点的。这是30多年前的说明书，遥想当年海德汉博士也给雅诗达做配套啊，纯纯的权威呀。后面这一排数字代表着当年价值的体现。30多年前的彩印说明书看着也很有感觉，我感觉这新机在现在也是权威的存在呀。板板正正是满满登登啊，咱的说明书啥时候能整这么多呢？